宝，我是爸爸。成为母亲是个重大的决定，你准备好了吗？对我来说，这不是决定，是恩赐。这套书的电子书号我们已经拿到了，现在呢，我们组在联系国内外的发行平台呢。哎呀，不错不错，原来以为你过来干编辑校对工作的，没想到自己搞出个新部门，效率还很高嘛。感谢您啊，帮我向社长争取到这次机会。哎，应该的。姐夫啊，姐夫过来了。哎呦，看看啊。都说结婚后男人会变，但方师兄没变，还是像以前一样无微不至的照顾我。你吃饭一会儿回公司吃啊，那你忙着吃啊，去上班了啊。走了啊，拜拜哥。你没开车呀？林浩去见客户了，车让他开走。那你还来接我干嘛？我坐公交回去就好了呗。我喜欢跟你一起走。如果说一定有变化，那就是变得更粘人了。是粘着你还是看着你？吃水果啊。啥呀？宝宝，我是爸爸。成为母亲是个重大的决定，你准备好了吗？对我来说，这不是决定，是恩赐。